啊，真的，干了的。这个已经成豆腐豆花了，现在还不成豆腐，成豆花了。把它给摇起来。哇，你们看啊，已经成了。倒进去里面啊，这个豆腐。再摇一摇。再一摇一摇。把它全部往到这里面去啊。豆腐把它咬出来，倒进去了啊，这一套。哇哇，把它分起来啊，做豆腐。这个豆腐重新包起来就 OK 了，把它给压起来啊，用这块石头。哇，压起来了。这个料子压起来到晚上就可以了啊，晚上我就可以不打豆腐了，用这个水把它压起来，这是我们大饭里的豆腐。这个是我们大饭里的豆腐啊，压到晚上就可以了。